我一直听说，叶总有着卓越的管理能力，瀚海的话语权竟然落在心在别处人的手里。这一切你想停止就能停止得了的吗？提到绿色能源，我一直想跟那个打着环保旗号的瀚海集团的二少爷探讨一下，不知道他敢不敢来这个节目切磋一下。